兄弟们，这新年的蛋仔岛可太好玩了！小姐们，这招单人飞龙在天，你们都会吗？我去，救命啊！我好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。啊，小子在那干什么呢？竟然自己在天上飞，太变态了吧！我来。哇嘎兄弟，你可闯下大祸了。大佬你急啥呀，我屁股都摔得没知觉了。你可知道你刚才摔坏的龙头是今年除夕舞龙节目的重要道具，现在龙的身体都准备好了，然而龙头却被你给搞坏了。哎，不就是个龙头嘛，我赔不就是了。太好了，那你就赔100万单币吧。都有这么个破东西是100万单币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完犊子了！大佬，你可得想办法救救我呀！哎，要不这蛋币你帮我赔了吧？给老子闭嘴！哎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提示你一下。听说有一位蛋仔叫醒狮蛋宝，知道如何修复舞龙舞狮，正好这款皮肤返厂了，只要你把它抽出来，不就能修复龙头了吗？滚！开玩笑吧，那可是至真皮肤啊，抽出来至少要几千蛋币啊，然而我兜里的蛋币却……我来。哇靠，别担心，我给你报名了一个挑战，只要挑战成功就有蛋币抽皮肤了。挑战啊，到底是啥挑战呢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 Moments later， 哇靠，这里就是蛋仔岛举办的大胃王比赛了，等我来帮你们包水饺，你和你的比赛对手谁能吃得更多，谁就能获胜。哦，哎，不就是吃水饺吗？我一口能吃8个，让我看看我的对手是……不是吧？怎么会是大胃王秀儿呀？你看我整不整死你就完事了。哎，算了，管他对手是谁，赶紧开吃就完事儿了。More moments later， 啊，不行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啊，秀儿不会还想吃吧？奥利给，快来吃你们！好家伙，秀儿选手把肚子撑爆，一憾退赛，恭喜你，完蛋，你赢了。太尴尬了，兄弟们，比赛赢得的蛋币已经兑换成许愿币啦，请吃蛋宝保佑我这次抽奖欧一点吧。得了吧，我猜你肯定是大保底。兄弟们，希望王凯保底出的点个赞，可千万别给他省蛋币哦。必须的，不废话了啊，第一发失联，走你。我来。好家伙，第一发失联就抽到内圈的视频，那第二发失联不会直接出醒狮蛋宝吧？搞笑吗？你在来了老弟。好家伙，除了风筝剩下的全是碎片，我不会真的最后要靠碎片兑换吧？哎呀，紫皮来了，这连续3次都是紫色皮肤，总感觉我要欧起来了啊。第四发失联，敢不敢再给我个紫皮？我你妈，我这是开光嘴了呀，这怎么说啥就来啥呀？你好牛逼哟。兄弟们，我现在简直欧的可怕，40抽就集齐2款紫色皮肤，60抽就拿到了第一个至真饰品，趁现在欧气满满，直接一波连续抽奖。开始了，这没完了吗？你，我服了，刚毅，你是不是真对我呢？后面这几发失联，除了碎片，你是啥也不给呀？目前许愿币还剩40，没办法啊，只好动用我垃圾箱里捡到的200蛋币了。来，最后一发失联抽，刚毅，求你让我力挽狂澜吧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我来。哎呀，怎么是个至真饰品呢？哎，到头来我还是没抽到醒狮蛋宝。不过好在啊，我现在有300多碎片，第一次把下面箱子看完，一共有361个碎片，正好可以兑换醒狮蛋宝。哎，各位别眨眼，看我直接召唤醒狮蛋宝。炸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醒狮蛋宝，快帮帮我修复一下这个龙头吧！瞧好吧。2000 years later。Nice， 龙头终于恢复正常了，赶紧先测试一下是不是还能飞。哎，成功
修复了龙头，我现在心情大好。正好啊，现在快过年了，是时候给粉丝发福利了。这里呢，我还额外多抽了一些碎片，就用来给粉丝们送皮肤吧。收集你这些80碎片的皮肤，想要的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游戏名字，大概到时候会私信并且加你的游戏好友哦。碎片送完为止，先到先得。哎呀，事情都解决了，终于可以好好过个年了。我来。既然龙头修好了，那修理费用10000蛋币，该结算一下了吧？不是啊，修理还要给钱吗？完了，这个年我是彻底过不下去了。